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59面，倒数第七行。从当中看起，啊，倒数第七行，又会书曰：所以菩萨虽洞达三空，智无所住，而能大悲熏心，发愿净土。虽净佛土，而常极尽，是则即一法举，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而29种即29种啊，而一法举之意也。我们看到此地啊，这一段文是慧疏解释的啊。菩萨非常难得，他对于诸法实相啊，究竟明了三空、人空、法空、空空啊。空也空，在这个境界里头最难得的，他还能以大慈大悲，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。啊，这文里说啊，大悲熏心呐，啊，发愿净土。啊，这个代表人就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发48愿呢，发愿之后，真干。真依照这个愿来修啊，经历无界的世界48愿愿愿圆满啊，所以自然成就了极乐世界啊。极乐世界是自信的般若智慧，这是因，阿弥陀佛发愿修行，这是缘。因有缘，果德就现起。啊，果德呢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一真庄严。啊，这个地方。讲到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这是念老在这个注解里头引用最多的啊，重复10几遍了。这是往生论上的话，29种我们前面学过，极乐世界依报有17种庄严啊，正报佛有8种庄严，菩萨有4种庄严，总共29种庄严。这29种庄严都是一法句，这个一法句这个意思通通包括了。诉说精妙啊，
俗是会俗，会俗说得好啊，说得太精彩了，说得太微妙了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用现代的话说，是一切法无不从此一法界流出，就这个意思。真实智慧无一法生，就这个意思。一切法都是从这一法界流出。啊，这一法界是自性的。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万法一如啊。啊，最后怎么样呢？一末不还归此一法界，证得究竟果位，叫妙觉如来。妙觉如来不住十八土，回归到此一法界，就又回归到自性。啊，这是一个大的循环。你看，从一法界流出，最后还归这一法界。这一法界在净土里面就说它做常寂光净土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从常寂光净土流出来的，最后还回归到常寂光。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这么一个现象啊，就是一个循环归到原点，这个现象，这个现象科学现在也常说啊，回归到原点啊。另外有一句话是回归到零，你看一切数字从零开始啊，一二三四，到最后又回归到零啊，这是事出世间的真相啊。啊，证得妙觉位了就回归了，等觉还没有，妙觉回归了啊。回归了就是近代科学家所说的不见了啊，宇宙啊，忽然不见了。啊，这些研究物理的科学家，啊，研究宏观宇宙，就大宇宙，发现大宇宙90%不见了，现在能看到的是10%。啊，他能看到的同居图、方便图、十八图，他能看到。为什么有像？长激光图看不到了，他没有像。啊，三种现象都没有。啊，物质现象没有，精神现象也没有。自然现象也没有，所以他看不到，是不见了。啊，到哪里去了？我们知道，回归此一法界。啊，所以我们相信，科学跟哲学，将来总有一天，回归到一真法界。回归到大乘，啊，大乘真的能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，决定没有错误啊！
一切法从他而生呢，最后还回归自性呢。那么一法界呢，正是一法局。啊，这个往生论里头啊，也叫净土论，里面讲的一法局就是一法界。这个一法界不是一真法界，啊，这个一法界是自性，这个一法界是诸法实相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弥陀晓谕十方正思之此事啊，阿弥陀佛晓谕是告诉从十方来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慈悲的开示，世尊转述一笔啊，弥陀所说的话，释迦牟尼佛已经转述完毕了。以下为释迦对此啊，对此土会众，对我们啊，对我们现在面前的会众的开始。经文，闻法要受持，这个前面位移呢还有两句啊，就上有祝福告菩萨了，令见安养佛啊，那么会基本呢把这两句删掉了啊，因为闻法要受持的人就是指十方真实啊，所以这两句已经包括在闻法要受行，包括在这里头了啊。可是有这两句的话好像就更清楚了，更明显，啊，闻法就是十方真实，他们在极乐世界听到阿弥陀佛开示教诲啊，听到之后怎么样呢？欢喜啊，这个要是欢喜啊，完全接受啊，依教奉行啊，你看三个字，要受行啊。那么我们想想，我们今天修福，有人初修，有人学了几年了，有人学了几十年了，几十年没进步啊，还是反复啊。什么原因呢？法是闻啊，天天在念啊，天天在听啊，后头这三个字没有啊。要是法喜啊，没有得到法喜，为什么？听了还在研究佛为什么这么说啊，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
我们老是在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说的不好听，还带着批评，这怎么行呢？这还不如不闻。为什么这样的心态对付我是大不敬啊？啊，真正恭敬心的人，他辩说听多了，要受刑全出现了。为什么他恭敬？他没有批评，不懂说是我自己业障深重，不怪别人。为什么别人一听就懂，我听不懂？啊，他有什么忏悔的心？啊，恭敬心、真诚心，他用这个心呢，这个心是正确的。啊，用久了，用几年，用几十年，业障消掉了，智慧开了，法喜就现前了。啊，我们是在讲一点谦虚都没有啊。这怎么行？啊，一点恭敬心都没有，而且学佛，表面上说学得不错，学得很好，实际上什么？造地狱业。什么是地狱业？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。我们的根本老师是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每天拜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们对释迦牟尼佛不尊重啊，对佛都不尊重，对眼前的老师怎么会尊重？啊，对你自己的师父都不尊重，我们也是要明白这些道理。这个风气，释迦牟尼佛圆寂之后没多久就形成了。啊，形成什么宗派啊？这个形成是可以的。啊，佛一生讲的经教太丰富了，太多了。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学得了的，像一所大学一样，里面许多学系，你全部把它学完，学不了啊，你时间不够用啊。啊，现在大学一个学系4年毕业，10个学系就40年，100个学系就400年。你哪有那么长的寿命啊？啊，所以分科分系这是正确的。啊，但是任何一个门一个法门都能成无上道，叫法门平等啊，无有高下了。啊，为什么分这么多法门呢？每个人根性不相同，爱好不相同，兴趣不相同，还有善根不相同，程度不相同，一定选择合乎自己条件的法门，学起来就方便了。没有学的法门呢，一定要尊重。为什么？都是佛说的，
如果说我这个第一，别的都不行，那瞧不起别人，这叫大不敬，大不孝。啊，你轻视别人，就轻视释迦牟尼佛了。那个法门是佛说的，你也瞧不起修学那个法门的那些菩萨们呢，你这个罪过就很重了。啊，所以轻慢别人，轻慢其他的这个法门，都是造地狱业，自己在造自己不知道啊。啊，如果是同一个法门，里面在个人标榜个人的门派，互相不往来，自赞毁他，哦。那马上就到阿鼻地狱，他不是在修佛行，他在修地狱行。他不是求生极乐世界，他是求生阿鼻地狱。啊，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啊！啊，我的师父好，哪个师父都不如我的师父。这个观念是什么？这个观念就是求生阿鼻地狱的观念。你们想想是不是？啊，你们师父还有师兄弟，啊，他的师兄弟是一个老师传下来的，你们叫他祖师。啊，这些师兄弟们的时候，各立自己门派，个人有个人的徒弟，互相独立了，彼此不能相容，通通造地狱业。哎，所以他修什么法门呢？修地狱门呢？他将来到哪里去？到无间地狱去啊？不能不知道。啊，真正有修行的人不是这样。所以看到标榜自己门派、排斥他人的，你对他就是敬而远之。那普贤菩萨教给我们呢？他本来是佛了，所以我对他要恭敬、敬他。为什么要远之呢？他走地狱门，我走极乐世界门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距离很远。啊，所以敬而远之，各走各的。啊，我绝不受你的干扰，我对你恭敬，不干涉你。那怎么个说法呢？善财童子在五十三参里面明白地告诉我们了：五十三位善知识，不同的门派啊。那五十三位善知识，他们对别人的态度呢，没有不赞叹的，都是自己谦虚赞叹别人，自己谦虚是德行的，赞叹别人是心得，啊，自信本具的心得，啊，要懂得赞美别人。啊，你是不是真正的佛弟子？就从这个地方看了。啊，自赞毁他，这不是佛门弟子，这是魔，魔子魔孙呐、啊，他来破坏佛法的，不是佛弟子。啊，佛弟子一定是自己谦虚赞叹别人。啊，就像你在五十三参所看到的，啊，每一位善知识都谦虚，啊，我的智慧德行有限，
我只能修这个法门。啊，别的这些大善知识，他们德行高，啊，智慧广大，他们能够修一切法门，都证三坛。啊，是真的赞叹，啊，不是表面的，是从内心里头真赞叹了。啊，不谈对佛的法门赞叹，对世界上所有宗教都赞叹。啊，你要问为什么对所有宗教都赞叹？我们今天念到此地。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出，那些宗教是不是在一切法？它是在一切法之内还是在一切法之外？一切法之内呀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呐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所以大乘教里佛常说，一切法无不是佛法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万法就是一切法。啊，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，那是心外生法吗？不是啊。啊，全都在一法句啊！一法句是真法了，法法皆真呐、啊！你怎么可以轻慢？怎么可以把它看低了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佛法修到最究竟处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还那么坚固执着，只有我是好，别的都不如我，错了。你已经在行邪道了。啊，已经是轮回心在造轮回业了。轮回业里头造地狱，你说你多可怜啊！明眼人看起来是你可怜呐、啊，啊，佛经上讲的可怜悯者，哪个是可怜悯者？这一类人是可怜悯者啊！天天造地狱业，自己不知道啊，将来堕地狱还喊冤枉。啊，越喊冤枉罪越重。啊，没有人冤枉你啊，你自己冤枉自己，你怪谁啊？我们在还愿观上看到。从一体起而用，无论是依报的用和正报的用，其用一定是三种周边。第一个周边法界，第二个畜生无尽，那就是一切法，第三个含容空有，这是我们真正觉悟人的心量。啊，含是包含，包含虚空；容是容纳，容纳万有，就是佛门常讲的两句话：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这个人是行菩萨道，这个人是极乐世界的人。极乐世界的人心量都是这么大啊，包太虚啊，
诸杀戒，没有一样不能包容的。啊，鸡毛蒜皮的事情斤斤计较，我们古人讲没出息。今天在佛门里面普遍可以看到，这些人不是在信佛教的，是在灭佛教的。啊，把学佛的人统统往阿鼻地狱送，不是灭佛教吗？你造的业可重了。啊，你一排斥，树立门派，排斥别人。还叫你所有信徒都排斥，这个罪比什么罪都重啊，比忤逆十恶还重啊。啊，所以菩萨戒，于切菩萨戒里头第一条重戒就是自赞毁他，把它列在第一条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要受行惭愧啊，法是闻了这三个字没有啊？啊，为什么？文法法的意思没有听懂，真听懂听明白了，后面三个字肯定也有了啊，欢喜接受奉行，他真做到了。你们查查哪一部经典佛教给你们自尊自大啊，自赞毁他，有没有这样叫你？你去查查看。啊，戒经里面把这种思想行为列入在众戒。啊，普遍的来说，是《梵王经》上两条重戒，啊，这是必须要遵守的，不做过贼，不谤过主，那个不谤过主就不会谤人。那这是什么情况之下呢？这过主做的不善呐、啊，做的不好啊，做的不好都不可以回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过有过的因果，你回报是你的你造的恶业。啊，他造作不善，我又何必跟着他下地狱呢？你回报他就跟着他下地狱啊！啊，所以见到不善，真正不善，有礼敬，没有赞叹，那普贤菩萨教给我们。啊，礼敬是应该的，不赞叹。绝对没有叫你回报啊，没有叫你批评的、啊。啊，行，就是真干。
啊，听到法真听懂了，生欢喜心，完全接受，落实在自己生活，落实在自己处事待人接物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我们看后面这一行，闻法要受行之人，值十方正思，十方诸佛劝喻其过正思，参礼阿弥陀佛。你看，诸佛如来是什么心量？劝导他，命令他，这个喻就是有命令的意思啊，命令他的学生，菩萨是他的学生，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参礼啊，去参学，去礼拜阿弥陀佛，向阿弥陀佛请教啊，听阿弥陀佛的教诲，这是十方世界诸佛如来啊，对他的弟子们说啊，绝对没有说啊，那个佛不行了，不如我了，啊，或者跟我差不多了，别去大人了。就在家里学就好了，不要去想去到他那边去。佛都没有这个说法。啊，任何一尊佛菩萨都会劝学生去参访。啊，可是参访有条件的。啊，这个是我们中国古大的讲参学。学生在没有成就，就智慧没有现前，不准参学，只准跟一个老师。啊，我初学的时候，在台中拜李老师，想跟他学教，他开出三个条件。问我能不能接受，能接受可以，欢迎我。那个时候我住在慈光图书馆，图书馆是老师建立的，啊，可以在图书馆休息休息。第一个条件，从今天起，你过去所学的，其实我过去学的时间不长，这两个老师，一个方东伟先生，一个张家老师。啊，你这两个老师教你的东西，我不承认，完全作废。啊，从今天起，你跟我从头学起。这第二个条件。啊，第二个条件，你从今天起，你所看的文字，不管是佛经还是世间东西，没有得我同意不准看。啊，第三个条件，从今天开始，除听我讲经之外，任何法师大德讲经不准听。你给我开这三个条件，哎呀，我这一听到之后，心里想，老师怎么这么自大了？啊，只可以听他一个人，不能听别人的。啊，我愣住了，想了五分钟，接受了。啊，老师明悟。名声在外面，大家都赞叹他是善知识啊，那我们不能错过啊。
啊，所以我接受了。大概总的十几年之后，我到新加坡讲经，碰到延培法师，这也算是老朋友了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他在善导寺当住持，他大我10岁。啊，是个讲经的法师，以后我也走了讲经这条道路了，所以就志同道合。到新加坡，他请我吃饭，饭后我们在小客厅里聊天，我就把我这个事情告诉他，他听了哈哈大笑。他小时候做沙弥，地贤法师也是开的这三个条件，哎呀，我才晓得这个东西不是李老师的专利呀，原来是什么呢？祖祖相传，拜师的三个条件。为什么限制你呢？因为你智慧没有开，听多了之后就你听乱掉了，你就不能成就了。这个东西老师没有告诉你，确实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你跟老师只能跟一个老师负责把你教出来，啊，就是说你在老师麾下得根本智，得清净心，啊，清净心生智慧，智慧生起来了，老师开放了，通通去参学，哪里都可以去。为什么？有能力辨别正邪，辨别真妄，辨别是非。你能有能力辨别，你没有这种能力，你一参学就完了，你就毁掉了。这是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啊！啊，有期限的。在李老师讲完之后，啊，我也答应了，接受了。老师的有期限，多久呢？5年啊，我们才懂得古人所讲的5年学戒，就是这三条戒，这不是别的戒啊，这是老师对学生的约法三章啊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没有说老师对学生不负责任了啊。在这个条件之下，老师对学生要负绝对责任啊，就是他从迷要把迷把他带到觉悟啊，帮他破迷开悟，帮他破迷生信啊，他智慧开了，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，这门打开，你去参学，哎，不在乎了。参学对你只有好处，没有害处。啊，所以我在台中遵守了5年了。5年圆满那一天，我见老师，我说：“老师，我这个5年很得受用，我遵守你老人家的教诫。”我说我再延长5年，他哈哈大笑。我遵守老师这三条10年了，啊，今天这种社会，无时无处不是严重的污染。诱惑，你有能力抵抗吗？啊，你没有能力，一定被他同化去了，你就堕落了。所以今天佛法的修学太难太难了。啊，我们用古时候这三个条件，李老师对我还能接受。一般人不接受啊，你提出条件的时候
啊，掉头而去，啊，比你高明的人很多，我何必来受你的约束？啊，现在这一条，上一代对我还能行得通，我用这一套就没有人了，就不可能的，我们也不敢用这条。啊，祖祖相传，啊，传法，基本的条件就这三条。啊，你看，延培法师就没有遵守啊。啊，他离开关中寺，背叛了老师，他老师地贤法师，不得了的人呐！啊，他是偷跑掉的，啊，跑到哪里去了？跑到南普陀，太虚法师在那办佛学院，他到那里去了，啊，跟太虚法师去了，啊，太虚法师是新派呀，新思潮啊。啊，那地贤法师是非常守旧啊，那是老古板了啊。所以延培法师一生可惜了，他要是遵守地老和尚的教戒，那他是天台宗的传人了，这人很聪明。啊，一生教学，著作等身。啊，他的全集有100多册。知识不是智慧。啊，知识是从厚德啊，这个智慧啊，从厚德。从沉浸感恩里面生出来的，啊，没有沉浸，没有谦德，没有孝敬，你所学到的知识，啊，跟智慧是两桩事啊。啊，还有这个傲慢，现在人不懂，古时候读书人都懂。你再高再好，只要有一点傲慢，你就完蛋了。孔老夫子说的。啊，孔老夫子举个例子，假如这个人，他的德行才华像周公一样，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教且令。其余则不足观矣。你这个人态度骄慢，很小气，其他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这句话在《论语》里头啊，啊，所以无论你怎么高的德行，怎么高的名位，只要有一点点骄慢就完了，别去理他，他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你也不必说破他。说破他跟他结冤仇，不值得。啊，他不会饶恕你的。啊，所以对他怎么敬而远之啊？啊，这些都是修学上的基本态度啊。怎么样，我们才闻法要受行？这五个字太重要了。闻法真正有要受行。成功了，真的法义，你的法没白学啊！这个地方是讲十方菩萨到极乐世界，听阿弥陀佛说法，听了法喜充满，完全接受依教奉行。啊，下面。念老这个话讲得很清楚了，解释得很明白了。受方诸佛劝谕其国真实。啊，参礼阿弥陀佛。世诸正士，你看尊佛开示，往以极乐世界。
遵从自己的本师佛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劝我们，有没有命令我们啊去参礼阿弥陀佛？有啊，这本书就是的呀。啊，跟我们讲无量寿经，讲观无量寿经，讲阿弥陀经，这三经是专门劝喻我们去参礼阿弥陀佛。啊，在一般讲经附带劝喻我们的大概有200多种。所以古人说，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呀，啊，指导我们皈依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这样对待我们，一切诸佛在他的世界都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啊，教导那个世界的众生，啊，菩萨、声闻、天人、大众，都是劝他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亲近阿弥陀佛。我们听懂了，真正相信，真正发心，真正求生，报释迦牟尼佛的恩了，这叫尊师重道。啊，如其不然呢，那对老师不尊重啊！啊，那就是不孝父母，不敬老师。啊，你想到极乐世界，佛不会来接引你。为什么？西方世界找不到一个是不孝父母、不敬师长的人，一个找不到。啊，都是孝亲尊师。孝敬，我们要做到，我们要提倡。我们在很多地方啊，因为现在讲经都在摄影棚，我们摄影棚都挂父母老师的照片。讲经之前行礼，讲经之后敬礼，念念不忘本呐。念念要想到啊，极乐世界人都是大孝啊，啊，也是孝敬成就的极乐世界一真庄严。你细细去读48愿，每一愿它的根就是孝敬。离开孝敬，事出事发都不能建立，啊，都不能成就。啊，到极乐世界了，得见无量寿佛，闻受妙法，闻后若能信要受行，一心至求尽察了，则彼蒙受记，得成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你听了之后确确实实能信啊，对信要受行这四个字通通具足了。啊，你都有了。啊，你一心
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必定得阿弥陀佛给你受记。啊，无量寿经最后第四十八品就是佛给我们受记啊。啊，现在我们皈依真相用的法名都叫妙音。妙音这个名号从哪呢？就是四十八愿第四十八品来的。啊，给我们受记，娑婆世界所有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，将来在十方世界成佛教化众生，名号都叫妙音如来。这个妙音是什么呢？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妙音啊！我们是念佛成佛的，将来教化众生也是用这个念佛成佛的方法啊！所以我们现在用妙音居士，将来是妙音如来，因果相应呐！啊，这个名字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起的。会说曰：闻法要受行者，闻弥陀所说之法，受持奉行也。要说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。啊，听了佛的教诲，要把它做到。啊，意思不能不搞清楚。啊，不懂，不懂不要去勉强。勉强是不会懂的，啊，不懂，所以存疑。我有这个疑问，不要求解释，啊，你好好认真去做，去学习，啊，做个几年之后，哎，一下就明白了，自然就明白了。啊，古大德所谓是“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”。啊，越多不明的地方全明白了。啊，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有经验，我读了50-60年了。啊，许多问题在20年前不明白，30-40年就明白很多了，50-60年呢，啊，很多差不多没有什么障碍了。啊，读经可不能放弃，天天要干，比吃饭重要，比睡觉重要。啊，为什么？读多了，心地清净，没有染污。啊，天天跟佛在一起，天天跟极乐世界在一起，久而久之，通通都明白。我们再看下面第14首偈颂啊，闻法要受行，得至清净处，必于无量寿受记成等觉。这一首。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赞叹。这些菩萨们啊，到极乐世界往生求法，这些菩萨他们自利利他的功德了，无有穷尽啊。啊，这一首是赞叹菩萨得佛受记啊。经言所曰：自于当来得妙净土，这叫得净土啊。
得知清净处，菩萨自己将来成佛了，他所居住的国土会跟极乐世界一样啊，因为他跟阿弥陀佛学习，永远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啊！不但现前佛加持，成佛得佛加持，成佛之后教化众生还得阿弥陀佛的加持。由这些地方，我们能体会到阿弥陀佛48愿。无界修行的那个功德太大太大了啊！这样的发心，这样的誓愿，这样的坚定，都值得我们效法的啊！我们今天碰到地球上灾难，这是鸡毛蒜皮小事啊，微不足道啊。那能动摇吗？不能啊。不要为这些鸡毛蒜皮吓坏了，那你不是弥陀弟子啊。坚定起心啊，灾难在面前也不会动摇啊！佛在经教里头说得很清楚，我们跟这个地球上众生有共业，有别业。遇到这些灾变是共业啊，灾变这个我们的感受那是别业，共业同，别业不同。啊，大灾难！一般人都讲这灾难很严重啊，但是地球不会毁灭啊，人有生死，我们要了生死出三界嘛。我们知道生死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人这个身体死，还不就跟换一件衣服一样吗？幸好，那个衣服越换越漂亮。啊，心不好，啊，越换越糟糕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有个好心。啊，我们的最好的心就是念佛心，心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我心。灾难来了，我们就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好事情啊！这世间还有哪一桩好事比这更好呢？找不到了。如果灾难过了，你还在这个世间，那你就要知道，这是阿弥陀佛给你的使命，你有责任，你有使命重建这个世界啊，收拾残局啊，灾难过后收拾残局啊，重建这个世界，你有使命，你来行菩萨行啊，你来带众生苦。啊，那么你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品位就更高了。啊，你做了大好事。啊，所以你就明白，这个灾难对修行人来讲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
无论从哪一方面着想，无不是自利利他了。阿弥陀佛，佛光在找你呀！你起心动念、言行举止，佛都清楚，佛都明了。佛菩萨加持你，每一天读经别忘记。还有光碟你都可以听见。灾难之后，可能这个世间电没有了，光碟没用了，书管用，光碟没用了。这书本很重要。养成读书的习惯。专读《无量寿经》，其他的都不读了。所以这些菩萨将来成佛，一定得妙净土，跟极乐世界一样，这叫得净处啊。又会俗曰：“清净处就是净土。”上所谓“必成如是刹”的意思。如是就像极乐世界一样。弥陀的学生将来在十方世界建立的净土肯定跟阿弥陀佛一样。两书同旨，这两部注解所讲的都是一样的。是均以建立佛国为得清净处。佛国实在就是众生修学的道场，这是个大道场。但从心地法门而论，清净处呢，亦可别进一解，就是进一步来解释它。那是什么呢？这指本妙净心也，这是进一步去解释。本妙净心就是慧能大师明心见性所说的第一句话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清净心生智慧，清净心现净土。所以心净则土净这是净土根本的原理。那么翻过来，你不就明白了吗？心慧则土慧。我们今天地球啊，严重的染污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的心是被严重染污，所以我们居住的大地也是严重染污。多少年前我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，全世界都在喊环保，我说一句什么话呢？环保收不到效果。为什么？心不清净。所以真正环保啊，要从清净心下手。我们心清净的环境就会清净，心不清净的用什么方法搞环保都没用处，收不到效果的。你环保教了多少年了，全世界这政府都努力在做，而地球的这个染污越来越严重。没有看到的时候，这个地球真正净化的效果没看到啊。什么原因？心。心重要。现在大家都把这个事情疏忽掉了。这就是我们这个思想理念方向错误。
偏重在物质上，把心理疏忽了，不知道心理比物质重要。啊，心理能解决问题，物理能发现问题，不能解决问题。心理能解决问题，也能发现问题。我们要想社会安定，要想化解地球上灾难，你不从心理上着手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啊，所以科学的哲学解决不了先前问题。啊，现在的物理学家才发现心理力量很大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，就是念力啊，好像也出了这些书，专门研究念力。念力里面，他们提倡集体意识的念力非常强大啊。东京的这个江本博士。琵琶湖的水试验，350多个人集体的意念，你看只用1个小时啊，琵琶湖海湾的这个水改善呢，就半年之久啊，真管用啊。这下面接着说，但从心地法门而论啊，这个时候我刚才念过了，清净处别经一节，指本净妙心，用这种心，他能闻法心受啊，用本净妙心来闻法心受，一念相应，直彻心源。朗然大觉，本然清净，顿其发生，也是得至清净处。这个高了，太高了啊！谁做得到呢？能做到。十方世界到极乐世界去参访的这些正士、这些菩萨，他们做得到。因为他们已经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再去见阿弥陀佛，闻法心受，这一念相应，他就证得究竟圆满的妙觉果位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菩萨要到极乐世界？这么多的诸佛如来劝菩萨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到极乐世界去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，很快。啊，如果不到极乐世界，不见阿弥陀佛，那么化身菩萨破无明之后，断无明的习气需要3个阿僧祇劫，要这么长。到极乐世界，把这个时间大幅度的缩短了，啊，让他提前成就了。诸佛如来恨不得一切众生赶快成佛啊，赶快成佛唯一的途径就是亲近阿弥陀佛啊，你就知道亲近阿弥陀佛是多么重要啊。
这个法门真正的是究竟圆满，至高无上的法门，我没有法子赞叹它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但是找麻烦障碍他的还大有人在啊。那是谁呢？也有一个领导的头，魔王不逊呐，他在领导啊，想尽方法在障碍啊。啊，可是我们有坚定的信心，就能突破他的障碍。啊，魔王波旬来找过我，指责我没有得到他的同意，没有找他商量就侵入他的道场。我说没有，我没干这个事情啊，那怎么没有啊？我就想起来啊，请他原谅，请他慈悲，我供他牌位，我这里有他的牌位，供他牌位。啊，哪里是他的道场？卫星是他的道场，网络是他的道场，广播是他的道场，报纸是他的道场，杂志是他的道场，所有一切宣扬不善的，讲杀盗淫妄的，通通是他道场。那我们今天也有卫星啊，也搞网络啊，这就侵犯他的道场了，所以他来问罪呀。啊，那我就告诉他，你本来也是佛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释迦牟尼佛没有说。魔王波旬在外，没说这个话了，没说这个话，那你也是佛了，你本来也是佛，慈悲一点，众生太可怜了，太苦了，啊，你得让一条生路给他走啊，啊，你不能斩尽杀绝，啊，喜欢坐卧的人。你接引他们，魔王接引的人都到山头去了啊！可是还有一批好人，你总得让他成佛，你别去刁难，别找麻烦啊！我给他这个商量啊，啊，我这是少数人，不是多数人啊，这是用本净妙心，那不得了。你看，闻法信受，一念相应，直彻心源。直彻心源就是明心见性了，这朗然大觉。啊，本然清净，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“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”，他就证得了。啊，顿其发生。啊，跟释迦牟尼佛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，啊，都是同一个境界。啊，那么这是知清净处，得知清净处，啊，得知清净处最深的意思，乃至以清净心向无量寿。啊，菩萨的清净心是明心见性的真心，向无量寿，一念净心，
一念净心，是在于刹那之间得其余清净处者也。本来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把无始无明这桩事情消除掉啊，没有别的办法啊。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阿弥陀佛说法，能帮助法身菩萨，这41位法身菩萨顿时无明习气，顿证妙觉果位。这是世尊在一切经里头没有讲过的。啊，只有在净土偷了这些消息，啊，我们学佛能不学这个法门吗？法门虽然多，我们顶礼赞叹。啊，人家问我为什么不学，我没这个本事学。讲真话，烦恼习气断不掉啊，这就是没本事啊。这个法门可以待业往生的，啊，生凡圣同居土，我们有把握。啊，人一生很短，有把握的事情要干，没把握的事情千万别干，没有时间了。选择法门，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根性，人要有自知之明，才会有前途。啊，不知道自己的根性，高攀禅教迷，浪费一生的时间，净土下下品往生都没有份，依旧搞六道轮回，错了，这个事情不能干了。说再起下，这前面讲菩萨了，释放菩萨了，在其下了，就是我们的身份了。那说到我们现在这世间这一般人了，那要怎么样呢？至诚念佛啊，真诚到基础，这诚敬啊，我们要用诚敬心，毫无沉虑啊。沉虑是这世间拉拉杂杂的全放下，不要去沾染了啊！我们得到一个清净心啊，人间的清净心，也就是你的心里头没有烦恼，没有牵挂，没有忧虑啊，没有再值得你操心的事情了，你通放下了。这就叫净念相继，
真放下了。放下可别想了，我这东西给谁给谁呀？那就错了，谁要都亏，谁要就拿去。你多开心多自在呀！不要是这个我送给张三，那个送给李四，你还是没放下。啊，放下了一切众生，没有一个不好。啊，这才叫真正的开悟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对众生生了平等心了。平等觉了，啊，决定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啊，这个念头想起，今年想起，中午间断了，暗合道妙啊，即念立念，是可称为明智清净处。明是什么？自己还不知道。你向着清净心这条路走了，啊，你自己不知道。正是因为不知道，你才清净。你知道就不清净了。啊，为什么？知道就有分别，就有执着了。啊，不知道的时候没有分别，没执着。好啊，暗合道妙。如上诸人，一个说最高的；上上智，一个说最下的；下下愚，真的这两种人好多。这两种人都是老实人，都是听话的人，都是真干的人。啊，这两种人好多。所以，一彼得无量寿佛得蒙受记。啊，肯定他会得佛受记，啊，他的往生品位不可思议，啊，总在语言不同，玉帝元殊胜，说不定他上品上生，啊，将来戒彼成佛，啊，或显驾，这讲佛陀的价值，显示明显你自己觉察到佛价值。或者是名家，名家佛加持你，你自己没有感觉，确实加持你了。这因人之智慧、愿行善根、福德而已。每个人智慧、愿行善根、福德不一样嘛？啊，哪些人？是仙家，哪些人是名印都不相同啊！但是肯定佛家知道啊，与他受记啊，受记成等觉。再看下面两手半。无边殊胜刹，其佛本愿力，闻名于往生，自知不退转。菩萨心誓愿，愿即过无异。普念度一切，过发菩提心。舍彼轮回身，俱令登彼岸。无边殊胜刹，啊，念老在这里为我们解释，无边殊胜者，极乐国土，超胜微妙，无有边际，无有量数，不可称数。
故云：无边殊胜刹。每一个世界都有边际，一切诸佛刹土也有边际，极乐世界没有边际。极乐世界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如果我们有菩萨的法眼，有如来的佛眼，我们就见到了。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看到，确实有往生的人在临命终时告诉他的家人：“阿弥陀佛来接引我，我到极乐世界去了。”家人问他：“极乐世界在哪里？”在堂屋。他睡在卧房里啊，堂屋，极乐堂屋就是极乐世界。那就是隔壁。这个境界不是一个两个人看见的，很多啊。那说明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用我们现在科学的话来说是什么呢？不同维次的空间。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方不同维次，我们只是三维空间。科学家说那极乐世界是多维空间。在一起。不知道啊。经论里面也常说人鬼杂居，有人住的地方就有鬼，人鬼杂居，但是人跟鬼不同空间维次，虽然同住在一起，甚至有可能房子都重叠。人看不到鬼，鬼看不到人。那么这就证明了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不是真的啊。真的只有常寂光啊。连十报图都不是真的。这个道理要细心去体会。真正体会得了，你肯定的不怀疑了，后受用很大。最大的受用是帮助你放下了。你对于眼前一切人事物再不去执着了，放下就得大自在啊，放下烦恼就轻了，智慧就长了，放下的是虚妄啊，起入的是真实啊。不可思议的境界会显现的。
啊，那么我们要亏点数，十方诸佛世界都是虚妄的，阿弥陀佛陀佛的国土是真实的，啊，可以这么说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的国土是无边际的，诸佛刹土是有边际的。我们在经上读过，有佛的世界一个大千世界，有佛的世界是两个大千世界。五个大千世界，十个大千世界，有，都有边界的。唯独阿弥陀佛的国度没有边界，没有边界的。为什么？这是自然形成的，都是佛在因地发愿，心量大小。到成佛的时候，自然感应的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不是人为的，不是想象的啊，是在因地上的愿心。那么我们今天在因地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我们的愿心要大了，要深的，要坚定的啊，我们成佛才能跟弥陀一样没有边界。今天我们还有门户之见就完了。你将来成佛国度多大？大概只有这一个房间，一个道场这么大。为什么？那另外一个道场你就跟他对立了吗？啊，所以你成佛国度就你小道场那么大，真可怜呐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心量不大，成不了佛。至少也有量，这个心量也能够包三千大千世界，你才有指望。啊，心里头不能包容大千世界，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怎么修都没有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也出不了六道。对，心量太小了嘛。无边殊胜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极乐国土超胜微妙啊！啊，超胜都是对诸佛如来说。啊，诸佛如来的刹土跟极乐世界相比，显得他超越，他殊胜，无有边际，无有数量，不可称说。这三句话重要啊，他超胜在哪里呢？微妙在哪里呢？就是后面的三句，没有边际，没有量数啊，不可称说，就是不可思议。故云无边殊胜刹了，彼之刹土超于十方啊，于也是超过的意思啊，超过十方一切诸佛刹土。你看，真有阿弥陀佛殊胜本愿之力啊！四十八愿真的不可思议啊！我们修净土的人要把四十八愿念熟啊！啊，愿愿都跟阿弥陀佛相同。啊，
跟阿弥陀佛确实同心同愿同德同行，你才决定得生。啊，为什么我们说的话这么坚定？啊，一丝毫疑虑都没有，就凭这四个条件：同心、同愿、同德、同行。我们有嫉妒心，我们有傲慢心，跟他完全就不同了。阿弥陀佛没有傲慢心啊，阿弥陀佛没有嫉妒心啊，阿弥陀佛没有门户之见啊，阿弥陀佛不会喜欢这个讨厌那个，不会呀。啊，你心里连这些东西拉拉杂杂还没有放下，你怎么能到极乐世界去啊？那你到极乐世界去，把就带了病毒到极乐世界，到时候就搞传染病去了，那得了吗？啊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啊，所以这些念头都叫病毒。啊，凡是有这些病毒的人，检验不及格，一律不准进关。啊，极乐世界去不成。啊，故云：其佛本愿力，十方众生呢，因弥陀第十七诸佛赞叹曰：“得闻名号啊！”又因彼佛闻名发心，闻名得福，闻名得人，这都是四十八愿里面的啊的加辟也。啊，极乐世界的成就，我们往生的条件，啊，这条都提出了。啊，十方众生，这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些众生，凭什么？凭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十七愿，诸佛称赞。没有诸佛称赞，我们就没有缘，那就没有介绍人啊。诸佛如来是我们的介绍人呢、啊。我们今天知道极乐世界从哪来的？本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，要没有他说明，我们怎么会知道有个阿弥陀佛？怎么会知道有极乐世界？啊，十方诸佛如来度化一切苦难众生，第一个就是宣扬极乐世界，让大家认识阿弥陀佛。这个话，善导大师说的。啊，善导大师有两句名言呢、啊：诸佛所以心出世。诸佛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他示现在十法界里头成佛。这第一句，唯说弥陀本愿海。啊，最重要的就是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。啊，一切诸佛出世者，这是第一桩大事。其他的是其次再其次，这是摆在第一。那么弥陀要无量寿经成为净宗第一经，实际上就是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。黄念老这个本子写成之后送来给我看，
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，我就把这一句话写在序文里头。啊，他看到特别欢喜。啊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啊，然后才知道我们自己是多幸运。无量劫来，在这一生有这么好的缘分呢，遇到了啊，缘遇是遇到了，缘足了，这善道讲的四徒三杯九品，总在语言不同。我们今天遇到的缘，至少也是上品下生的，我们至少是上三辈呀，啊，上品上生，上品中生，上品下生，这是上辈，不应该在中下。啊，这个缘太殊胜了。夏莲老为我们汇集这个本子，不是凡人呐！啊，黄念老知道，他没告诉我，他说时候没到。啊，这以后他往生了。这个秘密也许有人知道啊，可是黄念老做这个注解，那也不是凡人啊，凡人做不出来啊，这都是来度末法九千年苦难众生。啊，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将来佛法灭尽了，只有这部经还多留一百年。啊，这部经没有了，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，啊，再留一百年。啊，听到这个名号不怀疑，肯念肯发心，通通都能往生净土法门。广大无边际，不可思议。所以应诸佛菩萨的赞叹，这边就是介绍，我们才知道得闻名号。又因彼佛闻名发心，这阿弥陀佛有闻名发心的缘，闻名得福的缘，闻名得忍的缘啊。这么多愿的加持，你加持上，我们才会有幸运之名，我们才能发得起这个心呢。啊，这些加持多半是名加，啊，我们自己不知不觉，对这个法门生欢喜心，生尊重心。啊，不怀疑，真想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，你会有这种念头产生，弥陀冥冥当中加持你，这都在四十八愿里头能找到根据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得生净土啊，得生极乐，真不推断。故云：闻名于往生呢，自知不退转。这第一首偈，正如第十八愿所云：
闻我名号，至心信要，愿生我国，十念必生也。这是第十八愿的愿文。啊，这是说什么时候？说临终。啊，人在临终时，才闻到佛号。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，啊，临终时候才听到。有，我们就遇到一个例子，啊，大概是20多年前，在25年前，好像是在85年。我82年第一次到美国，啊，83年华府佛教会成立，应该就是2、3年的，瓦利兰州周广大居士往生，啊，这是个中国人。在当地开一个面包店，人非常忠厚，没有宗教信仰。啊，临终时候得的癌症，医生给他诊断，他不没有办法再康复了。啊，医院让他家人接回去，告诉他的寿命大概只能维持一个月，啊，好好去看待他，想吃什么就给他。这个时候家人慌张了，才去找奇迹啊，刚好我们的佛教会成立不久啊，他就找来了，啊，看佛菩萨灵不灵，能不能救他。啊，找到我们求帮忙，我们有3个同学，啊，去到他家拜访，啊，看到他的情形，确实没有希望了，不能康复了，就劝他不要求病好，求生极乐世界，啊，把极乐世界详细讲给他听，哎，他就能接受。告诉他家人别替我找医生了，通通念佛帮助他去往生，念了3天3夜，啊，3天3夜念佛没有中断，他真往生了，啊，走的时候瑞相稀有啊，这一家人都幸福了，啊，这是什么？第十八愿呢，啊，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，劝导他，他自己善根出现，他能信，他能理解，能信，他就发愿真求生净土。啊，华府佛教会的同修，念佛的同修，跟他自己的家亲眷属一起帮助他。啊，安详走了。啊，他这个例子当时在美国各处净宗学会都传遍了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所以至心信要，愿生我国，十念必生。啊，佛有这个愿，求往生的人真正符合这4句话，
文明、真心、相信啊，欢喜求生净土啊，他就成就了啊。生念在前面详细讲过，有平常的生念，这个是讲临终生念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